这太棒了，真好玩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。宝宝们在玩磁铁，他们的磁铁掉进了河道里，有一个宝宝跳下去捡磁铁了。然后鲨鱼出现了，你得去救救他，超级卡车。宝宝请冷静下来，这太滑了，你必须变身超级卡车。吸盘的卡车，那就太完美了。好了，宝宝，超级卡车来救你了。不好，这些鲨鱼又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超级卡车，一辆垃圾车把宝宝藏在里面。看，宝宝们帮你把斜坡推下来了，加油超级卡车，你能做到的。啊，不，鲨鱼来了。超级卡车，快用 ST3000爬上去。好样的。你现在安全了。好了，今天真是事情很多的一天，你们都应该享用热巧克力。谢谢你，超级卡车，你是个真正的英雄。这太棒了，真好玩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。宝宝们在玩磁铁，他们的磁铁掉进了河道里，有一个宝宝跳下去捡磁铁了。然后鲨鱼出现了。
你得去救救他，超级卡车。啊哈，宝宝，请冷静下来。嗯，这太滑了，你必须变身超级卡车。嗯哼，带吸盘的卡车，那就太完美了。好了，宝宝，超级卡车来救你了。不好，这些鲨鱼又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超级卡车，一辆垃圾车把宝宝藏在里面。看，宝宝们帮你把斜坡推下来了，加油，超级卡车，你能做到的。啊，不，鲨鱼来了，超级卡车，快用 ST3000爬上去。好样的。你现在安全了。好了，今天真是事情很多的一天，你们都应该享用热巧克力。谢谢你，超级卡车，你是个真正的英雄。嗨，伙计们，在为鲍比的惊喜派对制作生日卡片呢。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最好马上回家去。是马西姆，大家都来参加鲍比的惊喜派对了。鲍比正在回家的路上，卡尔，你能把贺卡和生日礼物带来吗？快点儿，你可不想错过这个惊喜派对。哦，交通太拥挤了。问题在这儿，交通信号灯不亮了。也许你需要变身超级卡车。哈嘿。妞妞，我们去拿鲍比的生日贺卡吧。鲍比的生日提前了，蒂姆。超级火车会带上贺卡，还有一张乘坐热气球的票。火车轨道在这里就结束了吗？快点儿，超级直升机，
快去取票。我们去海滩吧。哇！大家快点，在卡片上签上名字。超级直升机，做点什么？惊喜吧！生日快乐，鲍比！谢谢你今天帮了大忙，超级卡车，鲍比的生日派对非常棒，好好享用你的小蛋糕吧。加油，孩子们，用力拉！本赢了！卡尔，有人需要超级卡车。今天我们有一场穿越汽车城到海滩的大型比赛，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参赛者才能开始比赛。超级卡车，请帮助他们吧。真厉害！哇，是时候变身了。预备，走，走。看起来杰瑞在搞什么鬼。
哦，哦不，超级卡车，这是错误的路。嗯哼，嗯。哦，嗯，哈。超级卡车，杰瑞和玛丽又作弊了，请帮帮安博和马蒂尔达。嗯，嗯哼，哦，我们马上就要到海滩了，我们不能让那些作弊的人赢。起作用了，这是我们的获胜者。你看，公平竞争更好。谢谢你，超级卡车，你今天帮了大忙。那些是为桑尼的生日准备的吗？看来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超级卡车，请把小蛋糕送到桑尼的生日会上去。巴瑞很生气，因为他没有收到任何礼物。本和莉莉阻止了巴瑞偷礼物。有个宝宝失踪了吗？巴瑞一定是在迷宫里，是时候变身了，超级卡车。检查一下工作区域。你需要再次变身超级卡车。
快点儿，超级卡车，阻止他！桑尼会和你分享他的礼物的，好吗？音乐停了吗？你想和巴瑞玩吗？永远要保持善良，学会与朋友分享。